来个小鱼肚，收到货的话基本上都是大个头，都这么大小，回去可以切片。嗯，我不建议是整个煮，就是把它切成那种小片炒。炖个20分钟左右，滚球滚球的。热米皮儿，我热了。除了好吃，没毛病。特别软乎，姐妹们，你们看一下咱家腊肉哈，这是一袋的量，收到货之后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刚把它切开，看到这个品质了没有？嗯，然后我泡个5分钟，然后在锅里边煮个半个小时，切片炒菜都可以。这是炒好的腊肉。腊肉炒糯米笋，这个是煮好的，姐妹你们看一下啊，就是我这个就瘦的就比较多，如果要是说你增幅的话，可以换一下水，因为太咸了这个。买的冰。Thank you.
个品质，这个价格真的老合适了。糯米笋的品质把它好。